喂，柳飞云先生，我们再次通知您，您中了豪华游轮游。我再告诉你最后一次啊，别再给我打了。哎，千万别挂啊！我董磊，刚才那是我秘书。呵呵，你还真当真了？董磊，你开什么玩笑啊？吓到了吧？李晓峰是不是也吓坏了？你这不闲的吗？李晓峰吓得电话都关了。就知道能吓到他。哎，我跟你说真的啊，你们俩16号能赶过来吗？我要结婚了。你要结婚了？纯粹的游轮豪华游。什么？他爸来，咱们就直接现代版泰坦尼克了。哎呦，他爸得有多少钱？你就直接想吧，他爸都3家上市公司老板了。3家了？啊，要不能跟你说泰坦尼克吗？你别老一口一泰坦尼克，你看我胆小成心吓我是吧？我跟你说，我今天晚上我还得疯一晚上呢我。哎，美女。这我捡的。我捡的。你觉得哪漂亮？你们看，什么呀？这什么那么会占地？绝对得英年早逝。那你还盯着人家干什么呀？我这不是比较比较吗？哎，真讨厌，吓死人啊！好开心，吓人呢！海拔里的海鲜吓死人。耶，看花眼了吧？哎呦，这不东来董大公子吗？我说我这一上船就找你，上哪儿去了？哎，刚交代完厨房那点事儿，行吗？满意吗？满意满意。哎，怎么突然想起办个游轮游啊？哎。这不是为了新娘子吗？去年我们是在这条船上认识的，今年算是故地重游吧。故地重游。哎呦，董磊，你太会玩浪漫了。这哪个是新娘子？你赶紧介绍一下，不得一会儿我再追错了，多尴尬呀！好，马上给你们介绍。晶晶，哎，过来一下。你好。哎，正式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新娘子，苏晶晶。苏晶晶，真的是你？这也太巧了，你不认得我了？我柳飞云，咱俩小学同学一个班的，后来你5年级转学了。哦，你们同班同学啊？可不是。你真不记得了？我还去你家写过作业呢。哦，是，有点印象。在聊什么？有帅哥也不给我介绍。马上给你介绍，朱迪、肖阳，过来一下，快点。来来来，给你们介绍一下。这是我的好朋友，著名作家柳飞云。旁边这个，是我们著名的花爷李晓峰。什么花爷？别听他胡说八道啊！自我介绍一下，李晓峰，全权代理柳飞云所有事务。不好意思，没带名片。Judy， 认识你们很高兴。肖阳，今天很激动。韩菲菲，这些都是我的朋友，也是同事。那你在哪工作呢？我在电视台。主持人？没有。记者，你不知道吧？记者，那不得天天四处跑啊，能行吗？你一个女孩，哼，这样跑一天下来，可得累坏了吧？
还好吧。真的吗？哎，对了，你是在哪个栏目呀？你可真有意思，人家都没认出来你，你说你还硬贴上去了你。说话注意点啊，让人听见误会。哎，你还用人误会啊？我看你生怕别人不知道苏静静是你初恋。什么初恋？她转学我才小学五年级，我上哪初恋？哎，你别以为我忘了啊。你上回被采访，你跟记者怎么说的？你说你小学五年级开始初恋的。我说的是小学五年级结束初恋。那不还是说苏静静吗？啊，她小学五年级转学走人了，你初恋结束了，你这不全对上了吗？那是你逼我瞎编的。我逼你瞎编，我也没逼你编到小学五年级啊。你是不是现在还对人苏静静有意思？你瞎说什么呢？我说这船上要不隔烟，让人听见有个震慑呢。啊？嗯。我跟你说，你可别吓我啊！咱说什么，咱也不能跟人老公脑袋上动土。回头人家一怒之下给咱俩海上碎尸了，扔海里的，你说怎么弄啊？你说这还是说的跟上贼船似的啊？不是，我是怕你不知道，人家都结完婚了。那你还大声嚷嚷？我是怕你不知道。谁呀？美女，找我？哎，这是干什么的呀？各位朋友，感谢大家参加我和苏静静的新婚游轮之旅。今天晚上我们将在甲板上举办一场化妆舞会，希望大家能够玩得开心，玩得尽兴。晚上九点，我们准时再见。化妆舞会，这他妈太帅了！你逼我一遍，逼我一遍。刘飞云呢？还没来呢。美女怎么还不来呀？你这是看上谁了？这么着急啊？就光看上管什么用啊？就连人影都见不着。伯母，现在开始吗？开始吧，宝贝。哎，别这样！哎，你赶紧把我推上去。董董说舞会快开始了，让你们快点。哦，知道了，谢谢，马上马上。肖阳，你怎么还不穿衣服啊？谁说我没穿衣服了？你不是想穿正身吧？外面可是化妆舞会呢。没错啊，我化成我自己。你就赶紧的吧，大家都在等着呢。这衣服谁爱穿谁穿，反正我不穿。怎么了，小杨？凭什么让我穿白雪公主后妈的衣服？你总不是想穿白雪公主的吧？新郎可穿的是王子的。你喜欢你可以穿呀，我不反对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这不是让静静添堵吗？大家都还等着呢。谁添堵了？有人想给我添堵吧？凭什么让我穿后妈的？你是说我了？决定做哪套衣服，我可是征求过你的意见的。你可没告诉我让我穿。小杨，你也太敏感了吧，就一套衣服啊。算了算了，不穿就不穿嘛，看看还有什么别的衣服。好像还有两套小矮人呢，我去看看。糟了，我的手套呢？你是不是落房间了？我去拿。这倒是还有一套衣服，巫婆的，你穿吗？这也太磨蹭了，还不来呀、啊？
是玩董大公主，你赶紧把我推开！去干嘛？快快！太磨蹭了，都美什么呢？嘿，还都有理了还。哎，怎么就你一个人？静静呢？回去拿手套。小明，小杨，干嘛？我想我们要谈谈。谈什么？有什么好谈的？别以为我们知道你做的那些好事儿。扔了就没事了。这好好的鱼怎么就死了呢？你别往心里去，很多观赏鱼都不好养。可是东磊，你说他会怎么想？他不会怎么想的，就是两条鱼。再说他一直忙里忙外的，也许连鱼缸都没看见。那就连鱼缸一起扔。哎，不要不要，这鱼缸是人家船上的。那待会放楼梯间下边，服务员看见会收走。谢谢你啊，刘飞云，真没想到能在这儿见到你。是啊，要不是去年董磊免费给我们场地办读者见面会，我们就不会认识他了。要是不认识他，我们也就没有缘分再见了。时间过得真快。是啊，记得上次见面的时候，咱们说的都还是，要是没人看着写作业该有多好。再见面都梦想成真了，天黑都不用写作业了。不过真没有想到你会当作家。我也没想到你当的记者啊，我记得你想像你妈妈那样，当个医生。是吗？啊。我不记得了。我可记得。她不是我妈妈。她不是你妈妈。她是我小姨。东磊他一定到处找我了。哎，你去哪儿了？漂亮是漂亮，可惜我觉得你比她漂亮多了。得了吧，我好看，新郎怎么没看上我？他不是让新娘抢先了吗？要是他先认识你，保准追的就是你。你可真会说话。告诉你一个秘密。新郎可是先认识我的。发现的，发现是刚刚才发现的，可是大家一直在忙着做夜宵，谁也没注意。等等，在这儿。
我们在里边炸东西，没注意有人进来。我靠，这谁干的这个？可能是外头小孩淘气。赶紧把它处理了，要不切碎了放在自助餐里，反正没人知道。不行不行，新娘知道这个蛋糕，还能重做吗？小李，能是能，红色奶油不够了，只剩下黄色的了。不行，换成黄色的。总之你要马上把它做出来。你们去厨房干嘛呀？看看宵夜。几个大老爷们儿也这么久馋啊？都走了。大家都嚷嚷要吃宵夜，可能是跳饿了吧。嗯，那咱们也去吃吧，反正我也饿了。咱们就不跟他们一块去吃了。为什么呀？东磊说他找人做了蛋糕。别跟这含情脉脉了，哎。飞云把那叉子了。哎，等等，萧炎还没来呢。他知道咱们在这吗？知道，我跟他说过的。那人呢？上厕所去了吧？我听说你现在微博粉丝都50万了。哎，那我也加你，你也粉我呗。人朱迪现在可是名人，不会比你们柳飞云差。朱迪的专辑在国外获了很大的奖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是吗？哎呦，那咱得好好聊聊。你拍的什么呀？活成这样。时尚运动与死亡事件。死亡事件？嗯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飞云，我说什么来着？要想得奖，那就得来点怪的。哎，朱迪，我真没看出来你这么前卫呢。咱能不老土吗？死亡事件就前卫了。不是，那你怎么就那脑子就喷一下，你就想那主题了呢？还要谢谢菲菲，选题原来是他的。是吗，菲菲？你没请菲菲吃大餐啊？大餐我可没吃着啊。行，回去就请。你越挑火越大了。我只是想让他慢一点。这萧阳去哪儿了？他是不是回房间了？我去看看。这人怎么这样啊？大家都在等他。萧阳，萧阳，就这个公共卫生间吗？对啊，首层就这么一间。大家都已经回房睡了，没见到有人。没在房间，屋里看过了，不像回去过。厨房、设备间都没有，化妆间也没有。船长，这人确定都睡了。对，只有驾驶室还有人。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哎，慧姐，我刚才看甲板上有一人，我没敢过去。萧阳，萧阳，得了，开什么玩笑？萧阳，故弄玄虚的。我跟你们说啊，玩归玩，别太过分了。哎，这是萧阳吗？还能有谁呀？无聊。可那面具不像是他的。叫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大家快睡吧。哎，没事啊，真的没事。怎么了？还有人在甲板上玩呢。是萧阳。那还用说吗？可那谁的面具，萧阳怎么会戴着？不是，咱们当时都玩疯了，这面具早就太乱了。朱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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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朱迪。他心脏一直不好，真不好意思啊！你们好不好意思啊，休息吧，真不好意思、啊。好嘞，好嘞，谢谢谢谢。现在我们怎么办？报警吧。总不能让他躺在这儿啊！警察没来之前，最好谁都别动。好歹给他放在椅子上。哎，不是。哎，那我这样，那我先回去啊。你看那边，我在这边。不用，我自己来吧。什么东西啊？
李小峰，别动。他也许还活着呢。这是什么？贝壳？是七星螺？你怎么知道是七星螺？我拍过它，在我的专题里，自然界毒物应用。有毒啊！被它刺到，四分钟之内致命，而且无药可解。这东西哪来的呀？怎么会在他身上呢？我们今天去潜水，捞了贝壳。我们开到下一个渡口，估计天亮就能到，他们会派人在那儿等。不翻好了，那需要的时间会更长。七星螺放好了没有？按警方的要求，放冰箱里了，而且已经贴了封条。你在想什么？裙子的位置隐蔽，不容易寻找，别人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里靠接触就找到它准确的位置。口袋约伸半个手臂，裙纱很厚重，如果保持正确的站立姿势，它也绝对不会掉出来。也就是说，除了他自己，除非有人在舞会之前把它放进去，不然的话，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把七星螺放在他口袋里。你们找什么呢？贝壳，在这儿。他应该是非常喜欢这些贝壳，所以他把花给扔了。但是他没有任何理由只拿上其中一枚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排除了有人在舞会时将七星螺放进了肖阳口袋，也排除了是肖阳自己把它带在身上，那就只有一种可能：有人在舞会前有意地将七星螺放进了肖阳裙子口袋里。你们是怀疑有人故意是谋杀？舞会前都谁接触过肖阳那套裙子？我们都有接触，就我们三个，还有肖阳。告诉我，让我穿。当时我们都在化妆间。肖阳，你也太敏感了吧？不就一套衣服吗？你们是在怀疑我们啊？我们大家都在彼此的眼皮底下，如果七星螺真的有毒的话，谁敢抓着那个东西放在别人的口袋里啊？哎，也是啊，那东西太冒险了，弄不好自己四分钟没命了。在这之前呢，衣服在哪儿放？化妆间，我们上船之后就把它放进去了。这搁哪儿啊？当时我们拿了其他人的衣服准备发送出去。我们锁了门的。钥匙在谁手上？在我这儿。那你在打开房门是什么时候？6点，我要做头发，所以我洗完澡之后就一个人先去了。哎，怎么又抱回来了？有人不参加吗？订桌吧，不数过人数了吗？还有几个是小孩呢。这么说，那时候礼服还在箱子里面。是谁拿出来的？我看箱子没打开，我怕压出纸，所以把衣服都先拿出来了。你觉得箱子有人动过吗？这我哪知道，谁会注意这个？是啊，这衣服租来本来就是乱塞进箱子的。那会不会那东西租来的时候就在里面？不可能。为什么不可能？七星螺只有在热带海域才有，衣服是我从市儿童剧院租来的。我们是，也就是个亚热带，连海都没有，怎么会有七星螺？你怎么知道七星螺在热带？这谁都知道。我就不知道。韩薇薇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什么意思？我说什么了？你干嘛跟我急呀？你刚刚明明是有所指。我刚才指什么了？没错，朱迪，你怎么会知道？你们什么意思啊？并不是所有人都了解这个东西，这的确很奇怪。可是你刚才还表现出来你不认识七星螺。这是什么？贝壳？对吧？
你们是怀疑我？好，那我就告诉你们，我刚才用手机上网了。我刚才也用手机上网，可根本就上不去。你，对了 ，Julie， 那你是从哪知道的？我看过韩菲菲的专题，这还用说吗？奇怪的是，我的专题只讲到医学药用，根本就没提过她在热带。朱迪，你干嘛撒谎啊？好，我承认，我承认没看过你的片子，所以我不认识季青罗。可是我有上过你的微博，你微博里面曾经提到过他在热带。你上我微博干什么？我不过是随便上去看看，你用得着大惊小怪的吗？随便看看，我看你是又想偷我选题了吧？我偷你的选题？开玩笑，你拍过的选题有一个引起过关注吗？你获奖的那个死亡事件专题就是我的。你搞清楚，韩菲菲，那个选题是你弃之不用的。你弃之不用是因为你看不出它的价值。你看不出它的价值，别人就永远不能碰吗？你怎么知道是我弃之不用？你怎么知道我看不出它的价值呢？你当时忙着谈恋爱，选题一天三遍，你拍过一个吗？你能看出它的价值吗？那场恋爱才是你认为的最大的价值吧。你说什么？你说让你别打了，我说你，我让你说，歇会儿，歇会儿，歇会儿。歇会儿，都歇会儿，小姐。我干什么呀？小杨出事，我们担心你多不好受，就想知道问题出哪儿了。来，自己先打起来。问题出哪儿了？问题就出在他身上了。大家一起下海，一起捞贝壳，就他一个人认识季星罗，可是他谁也没告诉。季星罗还是上船了，还是顺在肖阳的口袋里了。你以为我有动机啊？你失恋了，有人去结婚了，你心里面会好受吗？你不是想着故意给谁心里面添堵吗？你再给我说，我让你说。歇会儿。你再给我说一遍，你以为我怕你啊？行了行了，都冷静一下吧。就是朱迪，你们干嘛都说我呀？你明明知道菲菲心里难受，你干嘛往人伤口上撒盐？我不过只是说出来一个事实。事实，事实是你朱的服装，你逼肖阳穿上，而最恨肖阳的人也就是你。你血口喷人，我亲眼看见，在舞会上你们俩还在争吵。那是因为裙子，你明明知道的。不对吧？那应该是肖阳跟你吵，可我明明看见是你抓住肖阳的。就是在这里，对吧？那是因为气氛，你不会以为我因为一条裙子就要谋害他吧？当然不会，只是因为一条裙子。我想肯定跟什么身败名裂的事情有关吧。什么身败名裂的事儿？你胡说什么啊？肖阳最近在微博上提到了一篇获了大奖的专题，既然是事实报道，说的就是你那一篇时尚运动与死亡事件吧？开玩笑，这完全是你的编造。是编造吗？在舞会开始前，你们俩同时接到了一个短信。我的手套呢？手套放在房间了，我去拿。还同时拨打了一个电话。那是谁的电话？他们打给谁了？一定是知情人吧，朱迪。王阿姨，有件事情您必须帮我。所以你们能同时找到他？这倒是还有一套衣服，是巫婆的，你穿吗？你又准备穿了？对啊。你心情看起来很好。没错。等等，你们说什么呢？我们根本都听不懂啊，什么乱七八糟的。你不要无中生有。是你无中生有吧？为了能获奖，你在纪录片里居然编造了一段故事，没想到被肖阳发现了吧？当你知道肖阳打算把它拍成纪录片揭露这件事，你一定吓坏了吧？我没有编造。你没有？他编造什么了？编造了一段感人的故事。十多年前，一对闺蜜潜水天然洞穴遇险，两人不离不弃，放弃独自求生而葬身水下。而事实上并非想象的如此美好，其中一人为了独自逃生而割断了半女身，而他所谓的朋友
不过才刚刚学会潜水半年，毫无求生经验。我是受到蒙蔽的，是当初受访者根本没有告诉我实话。可你也没有核实啊。韩菲菲，这些你是从哪知道的？肖阳的微博。朱迪，你既然能上我的微博，也经常这样上肖阳的微博吧？是他上我的微博，是他眼红上了我的微博，才发现所谓的证人的。你们到底怎么回事嘛？没错，我是被幸运冲昏了头脑，获了奖，吸引了别人的眼球，就连美国人也准备买下我要拍的纪录片。于是我忙着买车、泡吧，忙得得意忘形，除了定期的更新微博，根本不看留言。但是，却有人帮我看了，而且先下了手。所以你恨他，你就对他下手了？你胡说什么？我犯得着吗？认出来了。你们什么意思？你们是在怀疑我？我干嘛要杀他？我已经找到了那个蜡笔小新，我的已经处理好了。哦，他被收买了。我是请他做我的新专题顾问了。那还不一样吗？李小凤。你们要是觉得我的目的是要拿这件事情让他闭嘴，你们也太小看我了。我的新专题就是拿这次报道失误做引子，继续深入的拍摄社会舆论下的失实报道状况。你先揭露自己，就不用怕肖阳啦。可惜他先找了别人，而你的顾问好像也不听你的，他根本就不接你的电话。我会想办法的。再说。我也不恨肖阳。谁信你？你们，你们今天晚上不会就这样要看着我吧？你们不是警察，你们没有权利。朱迪，朱迪，你们都知道他心脏不好，求求你们别说了好不好？他的药呢？对了，药呢？朱迪，你的药呢？还是赶紧先送我回房间吧。走，慢点，慢点。你没事吧？赶快坐下，快坐下。药找到了。水来了，水来了。请你们出去。朱迪，你别不识好歹啊！滚！不识好歹。朱迪，你真的没事吧？我想自己一个人待会儿，请你们出去。哎，出去！走啊！千万别忘了吃药。他气坏了。你不用往心里去。大家还是回睡吧。我。起风了。好像是。我靠！这船结实。放心吧。那我可回屋了啊。哎，风这么大，能按时到吗？你先回房间吧，我去看看，马上回来啊。但愿这次不会再出什么岔子。我可先洗了啊。洗吧。
谁？干什么呢？在看 Judy 刚刚更新的微博。能上网了？嗯。他都更新什么了？正式宣布，他发现专题报道有误，决心启动深入调查。我靠！现在的女人可真讲效率啊！前脚刚被捉奸在床，后脚新郎就动工了。船长，东磊，你可吓死我了！你怎么下来了？我找你啊！他们说你下来了。哎，更新微博，这哪像犯心脏病的呀？操心你自己吧。干嘛呢？还是开着吧。你又害怕了？你说咱们怎么又摊上这种事儿？估计以后就没人敢请咱们了。你说咱不会是扫兴吧？你才扫兴呢！我怎么是？要是也是苏静的事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瞎说什么呢？谁瞎说了？本来就是嘛。你想啊，他父母双亡还行，还双亡就双亡了。可我现在听说他现在连一个亲戚都没有，你说他算不算是？听谁瞎说的？你知道还是我知道呀？人爸早死了，人妈好好的，他是他妈和他小姨拉扯大的，怎么到你嘴里就成死了呢？谁瞎说了？韩薇薇告诉我的。你知道这些都是老黄历。他怎么没告诉我？你算什么人啊？再说了，这事儿他能让外人知道吗？怎么了？苏静静他妈是自杀的，忧郁症，都折腾好多年了。谁说的呀？韩菲菲告诉我的。他说好在苏静静那会儿已经上大学了，也能勤工俭学了，要不然还不知道怎么着呢。是吗？没问题吧，船长？没问题，已经安排好了，船一靠岸，马上叫你。哎，你就别自作多情了，人家现在都有东磊了。哎，你说这东磊是不是也够犯贱的？韩薇薇说，好多小姑娘早就认识东磊了。哎，可是你说这东磊就专门看上苏静静这种可怜的，人家没钱的吧，我都躲不过来，天天八字风水。哎呀，他倒好，还专门找这种的。哎呀，这下好了。花了大把银子给自己办个豪华结婚游，结果改别人豪华葬礼了。哎，心脏病好像还没睡呢。哎，好像要洗澡，打开淋浴了，调水温，脱鞋，准备脱上衣了。Judy，药呢？你的药呢？啊！朱迪，朱迪，他犯心脏病了！朱迪，朱迪。
飞云，来人呐！刘飞云，助理，助理怎么样？助理，助理。掉下去啊！有人从背后推我，什么人？我没看见，可是我刚才没看见有人啊。大家都回去睡吧。等等，救济的药没有找到吗？没有啊，刚才哪儿都找了。我刚才明明把药放在桌上。有人拿了药。你说有人故意？可是藏它干嘛呢？救济已经吃过药了呀。不，他没吃。所以他发病了，那怎么可能呢？是啊，因为原本回屋之前，他根本就没有犯心脏病案，他应该只是耍了个小心眼，他怕我们在警察来之前不让他回屋。你们不是今天晚上就要这样看着我吧？他到死前才去洗的澡，在那之前，他一直在更新微博。你上网了？嗯，这证明他当时的健康状况良好，所以身体不是他要考虑的事情，名誉才是他所要急于处理的。你是说有人故意谋害朱迪，可为什么要谋害他呢？喂，你们别怀疑我啊，我刚才明明放下药瓶就出去了。就算是有人要谋害朱迪拿走了药瓶，可他要是没有犯病，拿走药瓶有什么用啊？
可是Judy的确发病了。事实上，当Judy回屋的时候，我们所有人都以为他已经犯病了。这是谋杀。是你吗，冬雷？什么？我说是你干的吗？你拿了药害死了朱迪。你为什么要怀疑我？刚才飞云差点被人推下海，你是第一个冲出去的，而且你完全有时间从他背后下手。我豁出去了，我不想再担惊受怕了。反正这次人多，下面一则少说也有二三十口的人吧。只是我就是怀疑你，因为我冲出去的时候根本没看见别人。我为什么要那么做？你们是我请来的朋友，你认为我有什么动机？当然有，因为你怕飞云发现。发现什么？发现你，我看飞飞。你胡说什么，李小峰？飞飞，朱迪说的，那场恋爱才是你认为最大的价值。就是指冬磊吧，所以冬磊，你才对朱迪下手，因为你发现朱迪知道了你和韩菲菲的关系。那场恋爱才是你认为的最大的价值吧？你害怕被苏静静知道，你放开我，所以你才偷了药，是吗，冬磊？如果你说我谋害朱迪，那当然不是。但是我跟韩菲菲，那倒是真的。可那都是以前的事情了。那时候我还不认识静静。你他妈撒谎！你们现在还在一起，舞会的时候你就把我当成韩菲菲。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说我吗？哟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你当时说的是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你们是约好什么地方吗？不是你想象的。怎么就你一个人呢？静静呢？我去拿手套。你不打算说些什么吗？我们已经结束了，你干嘛还要来？有人请我，为什么不来啊？韩菲菲，我不希望看见你破坏我的新婚旅行，你知道吗？你混蛋！这就是事实。李小峰，你别忘了，是柳微云先看见外面有人，我和你才追出去。你别吓我！怎么了，朱迪？小姐。没错，我的确是先看见了窗外有人。可是，如果窗外的确有人，那么那人就只能从咱们这几间屋的窗户出去了，因为这一层就咱们这几间屋，而门的这一边是走廊。如果从这出入，肯定会被人看见，所以窗户就成了唯一的通道。究竟是谁刚才去了窗外？我可是回屋就洗澡了，我一直在飞云眼皮底下。我回房间就睡了。我也是。你撒谎。冬磊，你怎么下来？找你呀、啊、能按时到吗？悬，就看这风停不停了。尽量吧。我去看看。吓着你了吗？你到底要干嘛？朱迪怎么会知道？我怎么知道？你怎么知道？你跟我说清楚，你知道吗？我欠了多少人笑柄啊！你疯了吧你？我疯了！你跟我说清楚，到底跟什么人讲？你跟我讲啊！你就是不准走！放手！你跟我说清楚。没错，我是没睡觉，我是很气朱迪，可是我没有必要杀他呀。可是就你有动机。你混蛋！比如你老婆，谁都知道是她装可怜为难你，难道她就不会在自己新婚旅行上再做点什么，让你加倍的同情她吗？你，韩菲菲，你刚才回去是几点钟？快三点，我没看表。那你回去之后做了什么？上床睡觉。可你刚刚说你很生气。刘飞云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是很气，可是我也很累。你别以为你写了几本推理小说，你就可以怀疑我。你真以为自己是侦探？你难道不可疑吗？哼，谁都看得出来你喜欢苏静静，
可他眼里根本就没有你。你总不会想着给新娘添点堵吧？你这是疯了你！我疯了？李晓峰，你动动脑筋吧！你们都是没有看见人，怎么就他看见了？鬼才相信，总不会是什么幻觉吧？难道不能利用李晓峰洗澡的时候干点什么吗？他是第一个冲进房间的，他完全可以偷了药，在借口看见人冲出去扔了药瓶。你，还有你冬磊，你难道不可疑吗？你后期房间说明了什么？游轮是你租的，钥匙对你来说不成问题，你完全可以打开向阳的房门，然后再跳到窗外去，伺机去偷朱迪的急救药。我为什么要那么做？为了让我最可疑，这样你就可以摆脱我了，这难道不算动机吗？他没有必要这么做，因为你们的事情，其实我早就知道，是董磊自己告诉我的，所以他没有动机。你胡说！我是告诉过静静，他告诉我，他跟我的一个朋友好过，虽然他没有告诉我名字，但我知道是你。不过我告诉他，我一点都不在意过去，因为我一直希望拥有新的人生，快乐的生活。韩菲菲，我刚才上网，去看过你的博客，也看到了那篇 Judy 提到过的关于毒物的文章。如果我没有记错，里面提到过一种治疗精神疾患的药物，它能诱发人的心脏病，还能让人产生幻觉。药物？我说我怎么头疼呢？太可笑了，刘飞云。你是说我下毒诱发朱迪心脏病？我告诉你，不管你相不相信，博客上提到那些乱七八糟的药名，我根本就记不住。那些都是专家给我的资料，我贴在博客上吧。还有，你最好搞清楚，博客上写的东西谁都能看见，谁也都能够利用它。没错，但是我想说的是，也许有人并不需要看过你的博客，也能清楚那种药物，是吗？苏静静，你说什么？那是一种治疗忧郁症的药物，你应该很熟悉，因为你妈妈在去世之前一直深受忧郁症的困扰。你说什么呢，刘飞云？还有那个人并不是你小姨，对吗？他是你妈妈的朋友。你们在说什么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刚才我险些掉进大海，我在想，我究竟看见了什么，或是知道了什么，才迫使有人不希望我活着？可是我什么都没看见，那我又知道了什么？于是我想到了 Judy 和笑雅，我发现他们共同关注了一个世界。你们在说什么？那个纪录片，那个关于死亡事件的纪录片。所以你猜到？他猜到什么了，静静？对不起，董磊。刘飞云，你猜的没错，是我做的。朱迪纪录片上那对在潜水中丧生的闺蜜就是我的家人。我的母亲叫林萌，是潜水教练，另一个是她的好朋友叫宋兰，是妇产科医生。她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亲如姐妹。我母亲22岁结婚生下了我，可是我父亲早逝，就这样她们重新聚到了一起，给了我一个家。她们都让我叫她们13年前，为了挣些外快，我母亲答应给一家地理杂志社拍摄水下图片。他们前往的是一个洞穴潜水地，在那里发生了意外。肖阳说的没错，他们其中一人活了下来，割断了伴侣绳。割断绳子的是宋兰，逃生的却是我母亲。
这是让他一生最为痛苦的事情。那次他患上了忧郁症，我也被迫跟随他离开了老家，开始了新的生活。他一直都无法原谅自己，一直到他自杀他都没有原谅自己。他精神崩溃了，疯了。我一直希望能跟大家一样有个正常的家，哪怕我的妈妈天天骂自己的老公，打自己的孩子，在我看来那也是一种幸福。你害死肖阳和朱迪就是怕他们继续报道？是，我害怕别人知道我是精神病家庭长大的孩子，为此我小心地生活着，我不交朋友，不谈恋爱，我以为我可以平静地生活。请问这附近是不是有一个天然溶洞啊？可能吧，可是他们还是翻出了过去。可他们并不知道伤害了你。可是我怕他们，是为了祝福你。是，别告诉我让我穿。所以有一刻我希望肖阳不要穿上那条裙子，可我没想到他还是穿上了那套衣服。你又怎么穿了？对啊，你去取手套是因为你看见机器人掉出来了。是，机器人使我带上游轮养在浴缸里，然后忘进了肖阳的裙子。不用抱回来了，定多了。至于朱迪、刘飞云，没你想的那么复杂，没有药物。是好歹，我只需要偷走药品，因为我的确以为他发病了。你千万别忘了吃药。窗外也是你。这样的傻事啊！我是很傻，我明明有着一种幸福，却向往另外一种幸福。冬磊，你看，我就是这样，不值得你再挂念。他说他羡慕那种正常的家庭，哪怕是羡慕他们的吵闹。真可笑。我爸和我妈倒是正常，可我真的没看出来他们哪儿好。我妈看了他一辈子的脸色，直到他去世那天，我都不知道他喜欢吃什么。你还好吧？我没事儿。听说你爸身体不好啊？嗯，脑子还清醒。我是得好好想想该怎么跟他讲。他一辈子受人仰视，可没想到这边发生了这样的事情。你还在想刚才那个问题吗？如果没事儿，我想先回去睡觉了。柳飞云，我想静静不承认推了你一把，是希望你能还对他留下点美好的记忆。
我记得他看过你参加过的一档电视节目，看得很认真。从来都不看什么娱乐节目，可是后来这个节目他在电脑里面看了很多遍，他一直在关注你，也许你是他心里唯一没有设过防线的朋友。飞云，真的很感谢你，如果没有你，我不知道事情会变成什么样，也不知道他接下来还会做什么。你要下去看看他吗？下面有空房。那我先回去了，李小峰一个人看着让人不放心。好。董磊，我想苏静静是真心爱你的。我曾经看见过她站在鱼缸前发呆，只是因为鱼死了。我想她那时候心里一定很矛盾，因为她想到了你，她怕你忌讳。那是我送给她的礼物，原本想给她个惊喜。为了博他开心，冷泉水阀门破损，出什么事了？赶紧上救生筏，船马上要沉了。刘飞鹰，你去哪儿？李小峰不会游泳。下边吧，那是我送给他的礼物。你说董磊会怎么想？药物，它能诱发人的心脏病，还能让人产生幻觉。没有药，那是一种治疗忧郁症的药物。我只是要偷走药品。
李晓峰以为他睡了，自己在沙发上就睡着了。还没别说，潜水服都在储物间，应该有四套的，只剩三套了。他要干什么？你去哪儿？去找李晓峰，然后去找他。听着，氧气只够半小时，半小时后咱们必须上救生筏。你为什么老逼我？我不会游泳。潜水不需要会游泳。抓我！都是你干的吧，董磊？是你在空鱼缸里放的鱼，然后让鱼死掉，这样即使苏晶晶没有承认是他用吉星螺谋害萧雅，你一样可以用此鱼来证明，吉星螺原本就被放在你们房间的鱼缸里，你一样可以把所有视线都引到苏晶晶身上，是这样吧，董磊？你早就知道苏晶晶要做什么了，是吗？可是你担心她不能被人识破。于是你就想到了我，是你从背后推我，目的就是要让我怀疑苏静静，让我怀疑自己，是因为知道她的隐私才遭灭口，这样你就可以利用我来结识苏静静小时候的家庭，串起她所有的杀人动机。知道我是精神病家庭长大的孩子，这是你请我来的原因，因为你发现苏静静竟然认识我。没办法，我只能推你，因为我发现你根本没有像我想的那么灵光。这也太巧了，你看着漂亮的女人，你也会两眼发直，大脑停顿，那还能重做？蛋糕也是你破坏的。没错，我本以为你会怀疑是苏静静干的，因为你完全可以了解苏静静身边没有半个仇人，即使是韩菲菲，她也只恨我一个人。哼，你让我太失望了。触礁也是你干的吧？因为只有游轮沉了，你才能够销毁证据，否则鱼缸里的残留物会证明那两条鱼根本不是死于吉星螺。还有空调里放出的诱发心脏病的药物痕迹也无法销毁，是你干的吧？你了解那个药物，是因为你也看过韩菲菲的博客，是你在空调里下的药吧？你是怎么猜到的？没你想的那么复杂。因为苏静静只承认了犯罪，没有用，却从来没承认过下毒。你就不怀疑你的错觉？别忘了，只有你产生过幻觉。是因为只有我和朱迪长时间暴露在药物下，李晓峰在洗澡，洗手间没有空调，苏静静不在房里，而韩菲菲去找了你。刘飞元，我用不着怎么刻意的安排，我只要轻轻地调动一下导航钮就可以了。你不怕被人发现吗？发现什么？这是我们的新婚旅程，我要走的是曾经跟新娘子认识的航线，谁会怀疑？我曾把你当成朋友，如果没有这件事情，我们会成为很好的朋友。为什么，东磊？你为什么要陷害苏静静？你们蜜月都还没度完呢。这算得上陷害吗？我
只是在帮他忙而已。韩飞，我不希望你破坏我的新婚旅行，你知道吗？你混蛋！他想害死萧阳，于是我成全了他。七星罗也是你放在萧阳口袋的？错了，是他自己放进去的。这是干嘛呢？生那么大气？啊，我送你礼物，哎，来，喝一杯。哎，等一下，我鞋带开了，你帮我拿一下。小熊会跑啊？谢谢啊。你还猜错了一个地方，我根本没看过什么韩飞飞的博客。你要是没看过，你是怎么知道那些毒物的？很简单，是我帮他介绍那个毒物专家。那时候我们正在热恋。你正和韩飞飞热恋，你为什么还要追求苏静静？你不知道吗？你只需要一只戴罪羔羊，因为你也想除掉朱棣和萧阳。没错。为什么？下辈子找答案吧，柳飞云。故障解除了是吧？可你逃不了了，柳飞云。还在这儿呀、啊！我上来的时候，救生筏头已经走了。苏静静不见，应该有四套呀，只剩三套。原来你偷走了潜水服，给了他。李小峰，抓紧时间，我们的时间不多了，穿上，快穿上！肯定骗我。柳飞云，你跑不了了。哎，我求求你！你们的小聪明没用的，别游轮是我租的，我早就告诉他们不用来接我了，要赶紧把我的朋友送走。你想跑吗？柳飞云，你跑啊，你跑啊，你的氧气不够十五分钟了。认识这里吧，苏静静。你为什么问苏静静？她应该认识。请问，这附近是不是有一个天然溶洞啊？你为什么利用我？去问你那当医生的死鬼妈妈，你现在可以去问她了。这是当年宋楠出事的地方。他对你做了什么？做了什么？他把我带到这个世上来，却没有让我睡过一天安稳觉。他把你带到这世上，你妈妈是他的幻觉。你以为我要感谢他吗？他算个什么东西？你为什么要恨一个医生？医生？他也配叫医生？他不过是一个巫婆而已，一个为了机会就可以创造别人人生的巫婆。创造？你是他创造的？你是试管婴儿？就算是试管婴儿，这也没什么丢人的呀。现在科技这么发达，丢人多了。你给我闭嘴！可是有个富豪爸爸的就不多了，对吧，董磊？静静，还记得我吗，董太太？骗了我，到现在你结婚二十年了，可你十七年前跟我说你没有丈夫，丈夫去世了，那就更不可能了。试管婴儿要求必须有完整的家庭，这是规定。我没有故意要骗你，我去你们医院，是因为跟我丈夫在一起的那个女人，去做孕前检查了。大夫，我吓坏了，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什么？你也不能骗人呐。我已经胃癌晚期了。别跟我说这个，没人信。你没有权利骗人。包括骗你丈夫，你妈妈应该是背着你爸做的手术，对吧？你怎么能骗一个医生？为你找到精子，给你这个结了婚有丈夫的女人，你就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吗？宋医生，我也做不了，这种手术得熬年头，得是老专家。你说你二十出头，刚刚留学回来，就连一个小小的流产手术都轮不到你做。你渴望第一次手术，渴望挑战前沿，所以你才私下答应了陪我做这个手术。你成功了，宋医生。感谢你给我的这个儿子，让我过了十七年幸福的生活。虽然这幸福像是偷来的，可是正是因为有了儿子，我又得到了丈夫的爱。我爱他，我爱他们两个。求你，把他们俩留在我身边。
水吗？儿子，妈妈只想离开以后，你还能像现在一样生活。这么说，他跟他的富豪爸爸根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，是吗，东磊？难怪你恨那个医生，你还说不定是什么人的儿子呢！给我闭嘴！还反了你？不会游泳是吧？快看着东磊，是因为财产罪吧，东磊？谋害朱迪和萧雅，是因为他们的追踪报道会让已经死了13年的宋兰再次出现在公众面前，保不齐还有谁会爆出他的医学成就。而你，无疑会是那份名单上最耀眼的名字，所以你害怕了。你害怕你父亲知道，因为你父亲一辈子都高高在上，他要是因为你成了别人眼中的笑柄，你就要一无所有了。没有豪华游轮游，没有派对，甚至没有你要的尊严，所以你下手了。你要找个替罪羔羊，所以你找了苏静静。静静，忘没忘妈妈昨天教你的密语啊？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静静妈妈的小花。不是你小花，你也不是我的妈妈，我只要一个妈妈一个爸爸。只要有了苏静静，你就可以完美逃脱了。没错，借你吉言了，放开这东西。我把录音给你。我只是弄不明白，你怎么知道这里是13年前宋兰的葬身地？那场意外也跟你有关吗？你以为你能活下去吗？我只是想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。谁说他在我这儿？看，那他手里拿的是什么？破钢笔呗。走啊，静静，走啊！刘飞云怎么办？他会死的，他会被好奇害死的。Thank you.
救人！人呢？杨飞宇！飞宇！刘飞宇！快救人！记得放回原位啊！签字。为什么把庆姐的档案放进去？你不是答应过永远不说出去吗？除非你现在答应我给她找个爸爸。你知道我讨厌婚姻啊，而且我觉得我们现在过得很好啊。啊，那是你不是静静。林萌，你应该给她一个完整的家。你想过静静吗？她现在已经十岁了，再过几年就到你当年谈恋爱的年纪了，她会怎么想？你乐得单身，在别人眼里那是离经叛道。那是别人无聊，他以后会明白的。他不会明白的，他会自卑。拜托你对他负点责。你是想夺走的。静静，你在跟小芷鹤说什么悄悄话呢？忘没忘妈妈昨天教你的密语啊？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静静妈妈的小花。他只是想站在医学前沿，庭审结束了，他也可以安息了。有件事情我一直没有告诉你，我妈妈一直不能原谅的不是她自己，是我。是吗？